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台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先把我们游戏是《生无幻想》，那我们现在要去赴约云清的挑战。好，不能跟他讲话了。看一下有什么东西装备的。对，按错，神视之。 可神话的武器，消光斩破剑，这些都先不要强化，你到后面再强化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诶、欸，因为这个它是红色的这个卷气。好，这个先不用。 切换神灵，哎，怎么切不了？提升战备品，战备品是，哦，战备品是奥痕才有，中博才有。鹿鼎针，全灵龟药，我方全体复活，九转夫妻丹。 毒转无常药，好。不过现在我们是1打1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到9转的东西。我们用破晓玄标，我们用无常。你看一下哦，金环丹、夫妻丹，夫妻丹好了。 去魂灵药也换掉，去魂灵药换无常药。OK， 好，再冲个档。好，走了。好，来吧，云清，无需多言，准备好要与我比试的吗？准备好了。神医，此番比试我们点到为止吧。你是我的恩人，就算取胜，我也不愿伤你分毫。你伤不了我。 若想取胜，就全力以赴吧。神医，请指教。哦，这音乐好特别哦。8回合内打得赢吗？ 哦，这状态是什么、啊？看一下，这个状态看不到。请多指教。不知是从何处？188。 好，188，300，400滴，我们再打一次看看。失礼了，躲个屁呀、啊！不要！哦，它会延续打2次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血在500滴的时候就要补了。好，快转。好，重新挑战。因为刚尬，不知道有没有一次包回合内可以打赢云鲸。请多指教。哦，可以，我们要补一次，再攻击一次就可以了。好快的剑！反应倒是。 那人家一次攻击2次的犯规啊！啊，还好可以啊，可以。经过运气，穴道解开。怎么解？经过运气。 我不知道怎么解，随便拿。你的剑法不错，无万物生长，生气蓬勃，看似处处破绽，实则面面俱到。神医剑术如秋风冬雪，竭尽力我，精准至极，更令在下大开眼界。好，有了宝箱。 连破云鲸，哈哈，好。神女，你的指环从何而来？这指环是细雨送我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来自何处。神医，你怎么也有？这是我幼时意外所得，亦不知其主。云青，山上的雾退了，现在除了那些长毛的，山下也跑出了好多人。看他们的模样，8成都是小镇上来的。 老子趁机吃了几个。喂，云青，你该不会又要搬家吧？好不容易这么多食物自己送上门来。神医，真抱歉，都是因为我和游眠破坏了你所布下的阵法。在小镇的那些人。 可都不是一羽之辈啊！若他们真的都上山了，那可是逃也逃不掉了。云先生，既然此地清幽被扰，为表歉意，我和游眠愿意护送先生至安全之地。神医，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若神医暂无欲往之处，不知可愿与我同去帝都？帝都，帝君拥有非凡智慧，我欲前往拜见，寻求答案。 或能了解我俩指环如此相似之由。若神医愿与我结伴，路上也可随时取用碧水铃兰之血。我俩胜负未分。虽然方才并未分出胜负，但我早已决定，不论胜败，都会尽力协助神医。真是个呆子。神医哥哥，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帝都吧。你的医术这么厉害，人又好，细雨很喜欢你呢。 帝都乃是桃堂最繁盛的地方，先生若隐于其中，恐怕谁都料不到。你们随我来。喂，云清，我的食物呢？好，新的绳子，那应该是饕餮啊。 哦，可以进屋子吗？镇上的人狗真都上山了，声音好吵。没办法，只能强行突围了。好，我们先。哦，我想用云清哎，哈哈哈，这个我们先换这个看看。 然后换人，紫心剑，嗯，哎，云破云清给命中率。 其实新客好像比较好哈、哦，啊也还好。然后物品栏的话换九转御三丸，哎，好，这样。 那我们跟我们的神子讲话。云清，老子总有一天要吃掉你，将你吃的一点儿也不剩，这可是我们的约定，你可别想甩掉老子。嗯，你小子真香啊，这么纯粹的味道。 跟云清你挺像啊，该从哪里开始吃好呢？它是我的药材，不准你动它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老子什么都没做，你连舔都没舔到一口，快把针拔出来，好痛啊！ 好，还蛮好笑的。赋予装备其他能力。哦，就是比如说他原本是攻击力加成，他可能可以强化到，比如说命中率加成这样。然后造成敌全体高伤，我方连续3回合回血48。OK， 那我们献祭吧。 哈哈哈，他会讲话。哦，只会讲第一次，这是。好，那要上6级就好了。有些男生呢，红之玉加蛮多的。 好了，先这样。我们先进小屋。我想把这个云清对战的做一集好了。好，看起来没东西，走吧。应该是没东西的。然后我们试一下细雨的新招式好了。 这个吗？园林龙卷，全体哦，这个是新的。细雨闪光是什么？我全体冷却时间减少2。没有新技能哦。然后我们把那个望舒换掉，设定为出场角色，攻击顺位。 怎么换呢、啊？哦，按空白切换。OK， 这样。好，我们这里先到这里结束啊。喜欢我们的话，有频道主要放图片，按个订阅。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记得把它打开，铃铛也把它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追踪到最新的影片哦。粉丝可以去按个赞，那我更新消息也会在上面出现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